그때 진짜 중환자실에 있는데 진짜 사경을 헤맬 때 아니에요. 근데 송이하고 저를 찾았다 그러더라고요. 내 친구 찾아오라고. 그 얘기를 밖에서 딱 들었을 때 진짜 울컥하더라고요. 出道即将满26年，虽然现在在荧幕上不常合体，但相识快40个年头，具俊晔跟姜元来历经风风雨雨后，早已是彼此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好兄弟。나한테이런친구가있다는거。他们两个人是高中同班同学，因为跳舞结缘成好朋友，也是彼此最大的对手。两个人有空就聚在一起跳舞，在梨泰院的俱乐部十分活跃，出道前成为著名的舞者。后来具俊晔跟姜元来参加梨泰院的舞蹈大赛，分别拿下第一名和第四名。현지영이라는친구가데뷔할건데니네너무멋있어서같이해보지않을래玄正英是韩国 SM 娱乐第一位推出的艺人，他俩受到 SM 老板李秀满的赏识，被邀请加入玄正英与娃娃，成为专属伴舞。无奈因为年纪到了要入伍，不得不退出活动。退伍之后，具俊晔和别人组团出道，1993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才没多久同伴就吸毒被抓了，组合因此解散。没想到散都散了，因为猪队友的关系，具俊晔一度被怀疑染毒，此后他暂时离开歌坛。而另一边，姜元来则成为编舞家，与金建模等各大歌手合作。1995年，在朴美金的歌中展现了 rap 的功力，打开了他作为歌手的可能性。隔年，他和具俊晔被热门制作人金常焕相中，组成了酷龙，人气席卷韩国跟港台。필요성뇌좌상으로뇌일부에피멍이들고깊은혼수상태에빠져있었고요애인인김동신은계속해서울더군요2000年11月，姜元来在骑车的途中与违法掉头的车辆相撞。当时路人为了避免二次事故，将倒在路中的姜元来搬到一旁，却导致断掉的骨头弄到了神经，导致他下半身瘫痪。앞으로평생이렇게살아야되나설마설마车祸之后，姜元来对瘫痪感到绝望，对世间感到憎恶。曾传出他坐着轮椅被路人认出来要签名时，他怒骂并且赶走粉丝的事情。还有网友在他的部落格留言，无论善意或恶意，姜元来的回复向来都非常不友善，因此引起争议。병원생활한다고낫는게아니잖아요그병이아니잖아요장애잖아요和姜元来交往10年以上的女友金松，知道男友内心的痛苦，始终都陪在他身旁，并在2003年举行婚礼。伙伴如此，具俊晔只能独自工作。他曾说，以前一起活动时，总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只有我一个人时真的很累。为什么在舞台上这么丢人呢？为什么在舞台上没有力气呢？那个时候虽然大众力挺他的音乐活动，但具俊晔总会听到有人说，姜元来坐轮椅很痛苦，你却站在舞台上，你们不是朋友吗？让他心里非常难过。其实当时有别的经纪公司挖角，但具俊晔为了兄弟跟酷龙决定留下。2005年，酷龙在出道十周年之际正式合体复出。尤其看着姜元来努力跳着具俊晔替他编的轮椅舞，给很多人带来了感动和惊讶。姜元来后来坦诚，在首场演出结束之后，他被问到心情时，突然泪流满面，在厕所里哭了5分钟。具俊晔也说，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忍耐，演出之后眼泪都爆发了。2005年的活动结束之后，两个人都各自在领域努力。姜元来主要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具俊晔则专注自己的 DJ 工作。尽管已经很少一起表演，但两人多年的兄弟情谊不减，平时没工作也常常见面。像2014年，姜元来夫妻历经多次的试管之后，终于喜迎儿子，具俊晔也到他们家里送上祝福。
她小心翼翼地抱起婴儿，没想到 baby 竟然哭了，只好赶快还给妈妈。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江原来的儿子和巨叔叔的感情好得很呢。안녕하세요크로네강원래구지열입니다반갑습니다2007年，酷龙推出20周年专辑，江原来的儿子还在 MV 里卖萌现神。看到他们多年后再度合体，对老粉丝来说仿佛做梦一样，对他们自己也仿佛像在拍电影一般。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再听到酷龙的新歌与舞台。우리어렸을때부터친구로지내다가또클론으로활동하다가교통사고로또한번멈췄다가구엽씨는클럽 DJ로 저는라디오 DJ로 활동하다가도다시만그러니까이게이렇게우여곡절있잖아요힘들어도언젠가는또웃을날이오는구나꿈다리잡아라빠빠빠빠빠빠빠